9475。九。四。四。七。五。五。敌人又开始集结了。可我们一定要守住这里，现在要怎么办？思雅，你看那儿，你注意观察，后山道非常非常的窄，这样敌人没法冲锋，只能一个一个的过。如果我们找到一个非常好的狙击点，对他们进行火力压制，效果应该不错。半空，你看，山上的制高点非常适合阻击，应该是最好的位置了。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，但是有个致命的弱点。那个狙击点一旦被发现的话，没有退路，必死无疑。那还有没有其他的办法？让我想想。这样，我决定了，我去。王固，我去。你别去了，所有的兄弟里只剩下你一个了。你要再回不来，我怎么面对死去的兄弟？赵班库，你不配当队长。如果你去的话，谁来指挥战斗？谁来执行任务？就剩这么几个人了，什么队长？我要死了，你就是队长。放手，菜头。我跟你不一样，我没有牵挂。现在队长已经死了，你还有苏卓言，他对你挺好的，珍惜眼前人。思雅，别说卓言了，廖一方还有所有死去的兄弟们，我欠他们，我欠他们这辈子我都还不完。别说那么多了，你给我好好活着，放手。菜头，我他妈向你保证，我一定活着回来，相信我。少佐、攻め始めますか。集合しろ。進行準備。はい。走了，快点！快点走！
方向攻撃手段全滅しろ。を続けますか。ロバンコは長く行き過ぎた。部隊を集結させろ。奴らと決戦をする。弾を打ち切らせろ。突撃隊攻撃開始だ。はい。隠れたつもりか。その手は予期していた。突撃だ。行くぞ。赵，别难过，他会上天堂的。老陈，你这边情况怎么样？快撑不住了，马上可以启动综合程序了。快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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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！30分钟后，他会自行销毁。赵，我们要坚持30分钟。好，一定要撑住这30分钟，一定要撑住。
少佐。進度はどうなってる？もう疲労を通せます。もうすぐ開通になります。続けろ。はい。すげ。早くしろ。前面有动静。手榴弾では力不足なので、間もなく再び開通します。早くしろ。はい。急げ。急げ。赵。炸药有吗？没有。样弹还需要15分钟呢。鬼子回来的时候，我们打不过他们，怎么办？现在我们只有一个办法，用我自己去拖延时间。用你自己？我不同意，这等于送死。对，就是送死。但是我们只能这样确保这个任务不会失败。送死谁都可以，我也可以去。No， 赵，他们不会相信你。这个人只能是我身在。只有我对他们有价值。我的任务已经完成了，但是鬼子不知道我们可以利用这一点。这是唯一的办法。不，我不同意，我坚决不同意。走！你不让我走，我还走。这是唯一的办法，这就是我的使命，你明白吗？你还记得我们第一次见面吗？我说我怀疑你的能力。这一路走来，我慢慢发现我错了。你是一个伟大的战士，也是一个很能干的队长。其实如果不是你做队长，我一定走不到这里来，一定完成不了这次任务。是你将我们所有人凝成了一股绳。不是，我他妈是个混蛋。No， 是你。你将了我们所有人的力量结合起来，战胜了我们面临的一切。跟你并肩作战是我的荣幸。我第一次发现这个样弹存在，我就铁了心把这次任务完成好，都是为了保证在这个世界的未来，其他人能够享受一个安稳和幸福的生活。但这个生活已经不属于我了，我需要你替我实现我的愿望。Thank you.
苏卓妍是一个很好的姑娘，你好好珍惜她，你好好对待她，你们的婚礼我出不了了，但是我现在还能祝福你们。做什么？我只想做个交易。我记得你是赵半阔那边的，为什么来找我？赵半阔现在已经保护不了我的生命安全了，他们几个人在那边就是等死。我劝他们投降，但是你也知道他太固执，不愿意，所以我决定跑出来跟你们谈谈。要跟我谈谈，那你应该先表示一下你的诚意。好，这样，只要你能保证我的安全，我愿意把密码交给你。我凭什么相信你？这个非常简单，你先留下我，你马上要攻进去，对吧？把他们杀掉，杀掉之后你早晚就会找到这个密码盒，可以直接输入我告诉你的密码，到时你会知道是否说的是真的。如果是假的，你直接枪毙我。但是我不会这样做，因为我知道为了活着我只有这一条路。你知道我这样做已经狗屁逼的，你听我说，我有一个两岁的女儿，我也有一个妻子。够了，我可以相信你，谢谢。但是你得先告诉我密码。没问题，就来一张纸，来一笔，我给你写。快帮我！
这次我可能真的没法把你带回去了。一会儿你找个安全的地方躲起来，记住，不管发生什么事，都不要出来，都不要出来。是我自愿来野人山的，跟你没关系。你在哪，我就在哪。 你能保证我的安全？我要你保证我的安全。只要你告诉我的密码是真的，我可以保证你的安全。 基地内部で3体の中国人の死体を発見しました。たった今殺された者を加えて相手は2人しか残ってないはずです。あと2人か、もう大丈夫だ。おい、
你现在进来也没有用。 我告诉你，样弹已经被我启动了中核程序，它很快就废了。你想得太天真了，我已经从总部。 得到了正确的密码，跟我之前杀掉的美国人告诉我的一模一样。
成功了。对，对，我们成功了，我们成功了。跟我回去，你别难过，我只要能躺在你怀里，我就觉得好幸福。跟你来也人生，是我这辈子会再见面的。我也说过，我不会去。
只是为了你。我来找你，不仅仅是为了儿女私情，也是因为我的老师，老师为了革命的胜利，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，而他的心愿，就是希望这场战争能够尽快的结束，能够把鬼子全部消灭。我能做的，就是接过他的遗志，尽自己的一份力量。兄弟们，两年前我们一起走进野人山，那是哪敢奢望我们这一代人会打赢这场战争？但今天，我们真的胜利了，终于把那些日本人赶出了中国的土地。你们听到了吗？那些震天的锣鼓声，激昂的呐喊声，还有亲人为你们的长跪悲泣。兄弟们，今天的胜利是你们拼光了最后一滴血换来的，所有人都不会忘记你们，我们的民族和国家更不会忘记这段记忆。兄弟们，一路走好，往后的日子我的生命就是十三分之一，我会替你们十二个人好好的活下去，替你们把愿望全部实现。